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。今天我吃的是这些，当当，这是一份冰镇的酸辣虾，就是口感就特别像那个就是什么无骨鸡爪的那种感觉。我里边还加了这个小球球、小冰球，是葡萄味的。这是一份冷面，这个是在那个面包房买了一个面包，里边还有一个小肠。这个是热狗吧？喝的是这个金桔柠檬酒。这个酒我也放到冰箱里边给冰镇了一下，拿了这个小杯。哇，夏天喝这个太舒服了，尤其是放到冰箱里边冰镇了一下。这小冰球差不多沉底了，这个面现在是超级的冰爽。我第一次吃这个冷面加了冰球都惊了，那个味道特别好。哇，冷面好长啊。来个虾，加上一点葱，放到上面。哇，太香了！这个我放到冰箱里边腌制了半个小时，就是如果能隔夜的话，我估计口感更好。这里边一定要放那个姜片儿。我把那姜也吃了。夏天吃冷面简直太爽了。这里的葱姜和辣椒我都吃了。酸甜辣。让这个冰球在顶上再画一画。今天买的这个新鲜的柠檬，有绿柠檬和黄柠檬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！千万不要试图尝试挑战那个柠檬，就是做的时候把那个柠檬籽儿最好给去掉，要不然会苦。
来个这个面包吧。这个我买的时候还是新鲜出炉的呢，特别松软。哇，嗯，外加好软，好好吃。我买了两个，这个是3块钱一个，5块钱两个。哇，真的超新鲜，超软。哇，这真的太好吃了，这个感觉这个汤我都舍不得扔。这个虾我都是煮完之后就剥好了，这个虾皮吧怎么好剥，就是煮完虾之后马上用冷水给它拔上，然后剥虾皮的时候就特别好剥，那个肉也不会粘到皮上。来一块姜，下次去一定还要买这个。我明天再去买点虾去，这些东西都不能扔。哇，OK，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